自己，我会一起讲不哭，险恶砸碎局，奉行道义谁刁你，恩惜怨惜一路会喜会疼惜，路见不平拔刀我斩你，断过了怀一身空虚，你算什么世道呢？学会即兴作诗，还是要从小练起啊。惠子啊，小乔，你有事吗？哦，给你的。哎呦，你帮人家试试看看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，快点，快点嘛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也醒了，既然醒了，要不要下来跟我和吕伯伯切磋切磋？切磋？是啊，我们正在做一个铁杵磨成绣花针的运动，据说这可以修身养性，还让武艺和学业都进步。但吕伯伯好像是想拿来作为减肥运动。嗨，想到他还真的把全部的手艺都发完了呀！哎呀，看来呀，真是个好孩子呀！二位少爷早啊。吕伯伯早啊。我正在为你们做特制的早餐啊。谢谢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们做民宿的就需要让客人有家的感觉。你们在家里会跟父母说谢谢吗？没有哎。我也是啊，有时候还会觉得他们的关心很烦。其实父母要的就是一句简单的问候。吃吃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，
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你伯伯小时候也很坏，也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让父母伤心欲绝。现在老了才知道，一定要孝顺父母啊。吕伯伯，不吃吗？所以说，孝顺父母没有错是吧？当然没错。那你们是不会怪我了。我们为什么要怪你呢？吕伯伯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吕伯伯，你还没说为什么我们要怪你。因为我在你们菜里下毒了。什么？你什么？你董卓绑架了我的父母，要拿二位少爷去换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我孝顺父母有错吗？是没错，可是你下了什么毒啊？我下的是善意的毒，叫你好毒，没有恶意的。是有多善意啊？二位坐下，坐下说。二位少爷，你好。吕伯伯，你好。这个就叫你好毒。中毒的人只要一说你好，立刻就会倒下，昏迷不醒。我也是为了孝顺父母嘛，但是我昨天也想尽一份道义，我把门牌号都藏起来了，还装死想躲过这一劫，可你们非要把我弄醒，你们让我怎么办嘛？曹操啊，你算什么咖呀，敢跟我作对。哎，这个什么叫你好毒，怎么解啊？岳父大人，我也是有绝技的，看好了。呀，白解拳。两位少年英雄，你们好啊。你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报告校长，他们两个中了你好毒，只要一说你好就会昏倒。不是这样啊，给他解毒。是。我白解哇，一直解啊！这回没有人能救了你们了。你是犯了什么罪？还顶嘴？你们五虎将曹操和那个刘备想密谋推翻我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如果你好好办事，是如果你好好办，这又怎么办了？这个报告校长，他们又说了“你好”两个字。有吗？有啊。如果你好好办学，有没有？你好好办学。这个混蛋，刘，把毒给我完全解开。是。现在毒呢已经完全解开了，不会再晕倒了。曹操，你继续说吧。如果你好好办学，用心经营东汉书院，我们又怎么会推翻你？你是在教训我是吧？啊，谁掌权谁有掌握生死。再说我也是为你添加大计打算的，我还有这可怜的一届学生吗？你们有没有听过那句话，要牺牲小才能完成大？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好。
竟然视学生如蠕虫，视人民如草芥，还对王校长和貂蝉。玉，别这样。玉。你串什么东西？蒋干人，停下！带他们到警备室去。是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引下犯上，袭击校长，这算重罪。就算你们家瞎子检核也救不了你，你知道吗？曹操。你觉得我爷爷曹腾，我父亲曹嵩会轻易放过你吗？没关系啊，我会给你个公平的审判，让他们心服口服，哑口无言。等什么呢？带下去啊！是，走，走。玉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一次还害你没管了。会长，千万不要那么说，能够一起为目标奋斗是最快乐的事。所以现在被关算不算太快乐？都乐极生悲了。不过这个牢房也太诡异了，居然连个门都没有。还有那个，实在太夸张了。我想董卓就是希望我们越狱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判我们死刑了。他越要我们逃，我们就偏不逃。好。两位很有精神嘛。来来来，开饭了，千万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哦。快来看你们的菜有多丰富啊，有黄河里的黄鹂。两位适可而止吧。就不就不就不，两位慢慢享用，千万不要争先恐后狼吞虎咽哦。我们这儿可是连门都没有，所以要越狱的就赶快先跑下去。哎呦，想不到这一次我们会败得这么惨。会长，我们还有一群兄弟，胜负还不一定。嗯，会长，你等我一下。玉，不用了，我们一起吃吧。现在二弟跟会长都被关到学校禁闭室了，我们闯去禁闭室救人。现在我们闯一个，他们抓一个。毕竟刺杀校长非同小可，而且根据校园自治法，以下犯上要处以五大刑法里面的大品。什么是五大刑法？问得好，五大刑法就是墨、笔、费、工、大品。墨呢，就是在脸上刺字。意就是割掉你的鼻子，肺则是砍掉你的双腿，弓呢只是处理掉你的小弟弟。大屁就是死刑。哇，听起来就好痛啊。我想这次雨和会长要想全身而退是很难了。别丧气了，只要我们能努力争取到墨刑，
那也算还不错。有什么不错的？那还要在脸上刻字呀？难不成你想要恭喜？哎呀，那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，等等着判刑啊！当然要做些什么？做什么？说啊，你说什么王允啊、曹操啊、五虎将、东东啊，都是老子手里的败将。校长真是英明神武、英俊潇洒。等除掉全校盟盟主之后，天下就是校长的了。哎哎，那你们说说看，校园五大刑法，我应该用哪一条来对付他们？当然是大屁了。哎，大屁让他们死得太痛快了，我个人强烈建议，只有男人的最怕宫刑。你好坏啊。大正，他们死是一定要死的，只是我担心校园自治法里边还有一条，是我自从你手提出来的，那就是天意条款啊！天意条款，天意条款。所谓天意条款，就是在处罚死刑之前，一定要祭天抽签。所谓签，就是两张纸，一张写生，一张写死，抽中生的就释放，抽中死的就处死。哇，这完全就是看运气了。就是，我是担心我们白忙一场，这好不容易抓到了关羽、曹操，万一他们抽到了生签该怎么办呢？伟大的校长不用担心，李傕自有办法可以让他们必死无疑。其实我有很多办法啊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还死无葬身之地？死无葬身的你想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呢？校长对不起，你不能欺负我。哇，什么禁闭室啊，连门都没有。董卓就是希望我们越狱嘛。会长，二弟，你们还好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一次让你们担心了。就算要去汤里面采火，我们也一定会顺利把二哥还会长救出来的。三弟，那个叫做采汤踏火。这样，那个应该叫做赴汤蹈火。是啊，谢谢大家。二哥，你在里面还好吧？大佬，不过现在呢，我们只能靠运气了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环啊。会长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会长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靠的运气就是天意条款。董卓不会这样轻易放过你们的了。这也是我担心的，他连50%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们。其实我有办法可以破董卓设的局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但是只能救一个人。你们想要谁活呢？关羽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
你好，我是曹操。我是关羽。上台一鞠躬。你好，我是曹操。我是关羽。上台一鞠躬。这两个男人没有用，需要一个女人来做。是啊，需要我的时候，好冷，一下就弱了。啊，我觉得今天拍摄好顺利哦。然后他们两个穿那个衣服很可爱。不用了，关羽，我们一起走呀。关羽很鸡贼哦，那场戏就是在吃嘛，然后一直嫁给会长，会长说。嗯，味道还不错，关羽你尝尝。说实话我还不太饿，加一块又给会长，好鸡贼。要尝一下吗？你尝尝。那你要不要你尝一下？没有。不懂不吃那个厨余。哎，那个就一定都想厨余了，你还想吃？精心料理，因为我现在不饿啊，对吧、啊？而且我不知道怎么，我就想把他嘴巴塞满，就是想要看他的反应。对，其实蛮好笑的，刚刚蛮好笑的，就是硬塞他这样。我跟关羽拍完，我们俩说，哇，比便当好吃很多哎，真的。因为我本来想说，哇，这好难吃，你真的喂我吃，喂来，结果哎，尝一口，好吃的，拜托，因为他好像是。高汤煮的青菜里面还有饭，就好像是那种海鲜菜泡饭的感觉。Bravo！、啊、那如果以后每天都帮你准备那个单子，倒是并不用了。再好的东西，天天吃也会腻的，对不对？吃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我为你天荒地老。OK。这爱